新闻深深红红。港口火力是有点太大，整块黑的，而且都是焦味，是怎么吃？才吃一口就发现素食店板烤汉堡怎么味道怪怪的，而且说好 juicy 的鸡肉怎么又黑又干？烤成这样，这是皮还是什么？这是烧焦吧，而且有焦味哎。你还没咬到就闻到怪怪的味道。你看这藕蛇蛇，然后你看那个看起来就很美味，有没有很多汁？你看这个很恶心哎，这藕藕这是什么鬼啊？真的无法再吃下去，民众控诉，强调品质服务的素食店，难道出餐前都不用品管吗？记者实际到被控诉的店家买同样一份套餐，打开来看，板烤汉堡对比投诉人烤焦版的，从外观就有明显不同。投诉人买到烧焦汉堡，颜色深；记者实际买到的则是相当鲜嫩。投诉人质疑店家烤盘上的铁氟龙没有定期更换，或是碳垢没有刮除，有可能是烹煮时间过久。素食店公关针对民众投诉回复，将加强餐厅管理及人员训练，消费者买到不符合品质的商品，将协助后续退换货。只投诉人看着烤焦的汉堡肉，想问问这样怎么能够拿出来贩售？记者郭先阳、邵子阳，台湾报道。